我想说应该有啊。Okay, so I just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and this my 这个 my project is this is actually my part of my masteral dissertation, and this is the discussion of regulatory strategy on social media using digital footprints, and I'm the graduate student in National Chengji University, and I just mad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and you can ask me in detail after the Cambridge and 好吧，我还是用中文讲好，比较方便这样子。对，因为我发现你这样反应没有那么好，就是说，那这剑桥分析事件发生之后啊，我想大家其实都有意识到。社群网站在利用数位足迹发生了各种问题。那我们作为公共行政的研究者，我最近也在提我的硕士论文，就是说，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当然我在我硕士论文有做一些事情，可是我不想要现在就把我硕士论文搬出来，因为这样等于好像在局限我们思考的一个框架或模式。那可是我会希望可以集中在这几个问题，说第一个 discussion what government's role， 就是说政府在这件事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那第二件事情是说，那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会变成说，第一个政府到底要不要管？那第二个问题就变成说，政府要怎么管？我有什么工具，或我可以用什么工具？那第三个就是说，那我用的这些工具，这些备选方案，它会有哪一些后果或者优缺点？这样子，那这是我想要做的一些，那这是我觉得基本可以应该也很多人已经看过，但可以作为这个议题一些入门的教材。那我这边手边有很多书单可以提供给大家，那其他的我们就移到下一步，如果有人入坑的话，我们就深入讨论。谢谢。